继续来看其他的客家庄消息。南投新义乡的龙华国小先前已经开过两百九十三重建会议，建筑师团学校也有共识。不过经过地震事务所去测量过后，发现学校的具体有改变，故所建筑设计图也要改哦。学校团建筑师旅游相关，唔只有会妥当么？或者具体改变的方面没改太，规划重建进度唔会暂后。收益没有，一掏起来说，哇，还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基地形状。根据学校重建的具体同进程规划设计的时望相款，所以负责设计的建筑师同收到消息了后，临时就收紧。韩国一摆起到学校沟通，国家一摆具体改变了后，连到本规校舍的规划还较完整。学校方面没取得动满意。其实我想说，今天其实我们就是一些。努力的去做到说今天把现场的基地的环境跟老师的一个需求好把它去做一个最好的整合，有一个最好的空间的一个呈现。我觉得整个的规划上面来讲是越来越完整，也越来越站在实用性这一块，然后站在学校这一块来为我们而设计。这个是台湾人建研究院的年前接受冯氏师傅的委托，负责龙华国小重建督导工作。由于重建的进度跟建筑的延前，所以本件的一手。不过南投县政府教育处是讲，目前设计师的会议除了尊重了建筑师的专业，也希望新生同社区的居民是可以得入共识。教育处每即刻都进行相关的尝试，希望是可以得到重建。这个案子是要执行到明年8月前。如果水保计划跟相关事业计划能够这样子顺利的在我们府内局处这样子同步来进行的话相信在这个11月上旬很快就能够有所结果。虽然讲龙华国小重建工作各单位已经即刻投运作，不过多年晚还忙进行个修补工作，或影响到旧社兴建工程无。国家本来标定农夫为全的土地改善需求，得到之后县政府开始接到，将协同明年前一代进前做好所有的重建工作。卡拉斯门李凤琪南投报道。